我笑得好累哦。我也笑得好累啊。不是，我只借了一本书吗？那本书已经写过不行吧？没有啊，你看上面这箱子有一本书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真的有哎、欸。那就直接拿那个书桌吧。嗯。不是啊，我没有装备可以复活。这个游戏彻底坏掉了。自从那座建筑物出现之后就坏了。他就开始迷信的。我怎么看到哈基拿了一个东西？下雨了吗？哦，没有没有。哎，晚上就是打祭品的时候了。嗯。在干嘛？好，我在喝水啊。哦，我想说你在赞助幸福鱼。没有啦，喝水啦。看你人家都是你的。哎、欸，喵，他这个位置好好哦。对啊，我故意的。超好的。为什么有时候拉没有东西、欸？其实我们有个很稀有的东西耶，毒马铃薯。对啊，你、嗯、其实可以拿毒马铃薯。哎、欸，附魔钓竿。哦，被吸走了。你约你身上。你身上有一把。刚刚喵钓到的。又有耐久，又有耐久，谁要的？哎、欸，还不错啊，可以钓鱼。行啊，可以钓很多吃的。那我用鱼了。那我要去显灵一下了，干你拿去抖！哇，赌博啊！看你把身家都拿去抖掉了，赌博啊！不行啊，阻止他、啊！不行啊，我走了。那是小孩子的学费啊，不要啊！我出去！小孩子的学费，那是小孩的学费啊！吸走的感觉，气死我！那已经有两个忠实的信徒了。哎哎哎，上面你看没看？你看上面，你看上面。干、欸、嘛呢？那又不是鱼饵的。哎、欸，我懒得啦。海洋助理，海洋助理。没有没有，那是他原本的。我要冷死啦！这谁？这谁抖的啊？刚才谁先记得？我要抖啊！我要抖海洋祝福啦！前一个是谁先记得、啊？我先记得啊，还没喊而已。哇！是累积一起喊的。等一下有村民哎、欸。哎，神明在回应了，神明在回应了，对，他在回应，好多村民鸟回应了。哇、哦！啊，什么？东西？哇、哦！铁砖八个，铁砖八个。哎呦哎呦！哇！信徒越来越多了，怎么办？口渴了，该抓去泡酒了。这个可以吗？铁砖我放进去了，铁砖我放进去了。啊！啊！我觉得我是时候要来去改一下啊！按到了，我要来去改一下麦克了，要把神殿加盖了，差不多。真的要加盖、欸，要加宽了。耶！yeah, 我抢到位置了，为什么我烫到了？好，我来负责这个工作吧，来吧。可是这个位置其实吸不到东西耶。你到底钓的是什么东西？鱼啊，就吸不到啊。哦、好了，哦，团长，我帮你收集材料。你要什么材料？来来来来，就木头就好了。可以扩大这鱼池啊。下面。哎、欸，要黄金，你们懂什么？没有，没有黄金。小雨，你有铁桶吗？等下我要来烧玻璃，我要扩大。你是说庙还是钓鱼池？钓鱼池没有，这不是钓鱼池，这是许愿池。哎、欸，鱼池，许愿，有的是鸡。哎、欸，那个沙的那一个角，哎、欸，你还要再打？嗯，可以、啊。我去砍木头，我去砍木头。嗯，砍什么木头？砍床啊？砍船？砍船？啊、等一下，这里怎么？这里是有隐藏的东西吗？为什么有这个？三次钓竿的锅的呀，因为那个啊，有一层的水高度不够，嗯，它是飘到那里，沙子那边比较低，为什么会比较低？比较低吧，我看起来比较低啊，没有啊，它是一样的，都可以钓啊，这边看起来比较低耶、欸，这水是满的，哎、欸，没有那个，对啊，这个，对啊，看起来比较低，可是水是满的啊，是哦，嗯，不然它会有那个流动的那个效果。
可能是因哎、欸、对哎，真的是因为沙子吗？不是，因为你看旁边的沙子也是一样，但是高度一样啊，因为换这个也是、啊、就是纯粹让强迫症很不爽的，对，这样啊，这样就好了啊。要放快了，因为他会想要漏从这个缝缝漏出去，他就想要外漏水，所以他需要立体防疫测，叠一防。哎，复苏，哎哎，复苏复苏，哎呦哎呦，姐姐姐，他等下拿去抖了，他要拿去抖了，要抖了要抖了，哎，要晚上了，对啊，要晚上了。这树叶是不是不会自然消失啊？皮革，哇，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那个了。哦，哇！图书馆管理员青银四。哦。哎呦！等一下一到晚上就被杀光。对。狐狸吧？没有，引怪过去吧，会都被引过去吧？哎，树烧起来，树烧起来！显灵的，Kilo 啊！砍掉，砍掉，砍掉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只鸡也爬太高了吧？你们往后看，天机啊，哪里？天机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一是我们，对，你难不成要创立第二宗教了吗？是，哎呦，要分歧了哦，要分歧了，要分歧了。哇，对啊，村民要变成僵尸村民了。对，我们来看他们变化的过程，那就是邪教了。我觉得他们会往沟里去吧，因为沟里有个门，信奉邪教、嗯，然后就把门打开，然后我们就被打了。对啊，干脆把他丢到沟里去算了。哎、欸，应该不会啦，因为这里不会算是家吧，没有办法。我看一下、哦，他一样会躲吧？会不会？哦，小僵尸过去了。没有啊，你门没有照到太阳啊？哎、欸，有啊，对啊，门前面有照到太阳，还是基岩不算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啊，下雨了，完了，哇，各种显神机一点啊，你们好，打雷喽，哇，我有装备可以穿啦、啊，安德表示哭哭，太有的，木头，啊，没拉到。哇，信徒好多，信徒围过去了。嗯，哇，他变了，他也一起。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过？怪怪的地方了，没有，这是鱼儿啊。嗨，哦，凶巴巴哎、欸，有个信徒进来了、欸，对啊，啊，可是有个信徒他又要出去了。哎、欸，他跑进来，好猛哦、喔！他怎么进来的？那有门，他怎么跑过来的、啊？不是，他是走势上面上来的、欸。他走上面下来的、欸，为什么？他怎么走？好猛哦、喔！对啊，我们多了个厨师。他是要用鸡肉跟猪肉去换绿宝石。嗯。怪物在附近游荡，不能睡觉。让我躺。你不是睡过了吗？我刚刚一直没有，一直没有回到这个床、欸。对，我刚刚也没有成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啊。放尊重。你们是不是上面有蜘蛛？蜘蛛？哎、欸，我们蜘蛛逃进来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我怎么是放这个、啊？小雨很冷。我不管了，我要直接在这里射重生点了。啊啊啊！不要推我！啊！你感到非常可……啊，兄弟！你刚刚是不是按着前面啊？哈哈哈！哇，小雨的等级，我捡到鲑鱼。对呀、啊，很感谢。我原本就以前想说有个木板，就木板，结果木板被烧掉了。我感到非常的渴，泡久了。安德是不是生气了、啊？没有啊，他只是他现在躲雨啊。嗯哦，呀雨。好了，不会渴了。嗯。啊！村民被揍的声音。嗯，哦，外面的啦。外面的。里面这个很安全。里面这个太聪明。他要跑上去看，他要跑上去看。他看热闹，他想要去打野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你想干嘛？你要快
不了了吧？那个瞬间，他已经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没用了，没用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他说他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哇塞！掉到一个最不想掉到的东西。反正治好了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好像是好显灵喽。你说猫吐毛球之类的吗？吐出来了，吐出来了。Yeah! 哈气召唤成功。好的，显灵了，显灵了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家算是盖好了吧？盖好了。没有盖，只是一直漏水。其实这是浴缸啦。萤火，萤火我们也完成了。其实浴缸，哎呀，这是浴缸啊。哎哎，木炭完成了吗？有啊，有烧了。哎哎哎，显灵了，显灵了，显灵了，多一个居民。玻璃瓶。有啊有啊有啊，玻璃瓶也完成了。有一个邪教已从另外一道门过来了，两个。嗯，什么的，该打他了。第五个任务是什么、啊？我看一下，没什么三号小麦农场。小麦农场、哦、有了，那小麦农场有了。好，然后西瓜农场没有，没有，我们还没有。哎、欸，干嘛、啊？这是寄语啊！哎哎哎哎，神明不爱听。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神明生气了，神明生气了，天谴了。我们那个任务就改成那个建造神庙，这样就好了。好好，建造神庙了，我们建造神庙了，完成。建造神，马铃薯，干我什么事啦？不是我，马铃薯农场马铃薯完成了吗？红萝卜没有，红萝卜没有，红萝卜我记得我们有打到吧？好像有红萝卜有啊，嗯，没有中。没中啊，有红萝卜在谁身上？在谁身上？因为我记得我有捡到一个红萝卜，有这边小箱子有一个，中一下，中一下，中一下，中下去我们就算完成了。好，一格就完成了。对，可以把它收在家里。先求好，再求好。怎么这么？他没说大小，他没说大小。有中了吗？中了吗？为什么你头上冒的生漆漆啊？嗯，我刚刚看小雨走过来的时候，头上冒的生口渴吧？口渴吧？哎、欸，小马铃那是什么？小马铃，小马铃，小马铃，小马胡萝卜，胡萝卜中了吗？胡萝卜中了吗？没有很重，他还在箱子里。那为什么在我身上？我这里有看到这里。哎、欸，给你邪教的武器。哦，哇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两个完成了，好，下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里好刺激哦！哪个到哪里？南瓜农场、甘蔗农场。南瓜好像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两个都没有。第四个是甘蔗，第十一个是南瓜，第十二个是地图。地图，地图我们可以做啊。我有，我记得它有一个我们没办法吗？我们只拿了物资。哎，对啊，我们做完就可以用掉了。对啊，哎，完成了，拿用掉了。哎呦，好像蛮聪明的哦。可是要指南针哦。三四五六七八，有啊，我们有红石跟铁啊。哦，好，神明给，我们铁还是迷信来的。制作一个避难所，附近建造一个谷仓，谷仓而已嘛，有啊。我把前面的任务拿掉了哦。好，看一下啊。我拿掉前八个任务，我们都完成的啊，简单。嗯，好，对哦，七八好，前八个就可以做书了。哎、欸，建造个码头，建造个灯塔，有啊。码头已经，我已经盖好那个码头的桥啊。指引普通的光明，我们那可是天上的光明。哎、欸，我们有空白地图了。嗯，这地图也完成了。我要开吗？我开了、哦。嗯，好、啊嗯。开。哦。哦，有没有要看一下？哦、我们这个岛好特别哦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他是写的87啦，哎、欸，潘西你后面。制作一个地图完成了、啊。居然看我。怎么了？这么开心？你为什么杰克也在干嘛？先进文明区、啊。这里。哇哦！我们缺甘蔗吗？这附近有甘蔗吗？没有，没有不知道，要去看吧。
可是要等白天啊，还没白天。现在白天了吧？哦，好，下雨啊，就是、下雨而已。跟神明说一下就好了。哇，外面好精彩啊！对，可以去捡火。哎、欸，他来了，为什么？与神同行。小雨你是不是会渴死？对，我要去喝水了。哎、欸。哎、啊欸，我很冷，我很冷，我很冷。为什么突然很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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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寒流来是不是？寒流。我刚刚符合时效的吗？原来是寒流的部分、啊。寒流的部分啊啊！我刚才寒冷值是满的，为什么突然很冷？为什么？我刚才记得我是满的啊。不要死掉了。什么？神明的文字，神明的文字我们看不懂啊！神明的文字，神明讲话了。对。神明指示，但我们看不懂。神明说话了。哎、欸欸，等一下啦，外面为什么都带皮革装？哎、欸，你，哎、欸，啊，怎么了？什么东西？他们全部都戴帽子啦。防御下雨了。神明，神明，神明生气了啦。那个是天择后的结果。对，太久没有献祭东西了，快点，快点。对，我们要去献祭了。来来来来。哎、欸，我听到猪死掉了、欸。对，对，他死了。等一下，外面还有村民，有、哦、有活着的村民，重生的。等一下太多了吧？这要怎么改建？可恶！哇哇哇！现在是困，游戏难度加高了吗？对，加高了。三周目。哇！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哇，黑兔子！哦，杀！太多了，我无法献祭啊！去了，救命啊！哎小，等一下，走开，僵尸，僵尸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超多，我在打僵尸，我在打僵尸。后面有普利帕，普利帕，他把僵尸炸死了。对，普利帕是不是有点那个啊？微一点，点太多怪，太多怪了吧？太多太多。DC 有那个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沒有對啊、我听到有一点电子音的、欸。对啊，那你们我听有一点你们那边吗？还是你们那边？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边的啦。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还蛮正常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可以先进，可以先进。好，可以先进，先进，可以现身。啊！一发就中。等等等等等，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先进？说我吗？战男性。你还摆那个脸？有没有这样子？这样这样这样？这样这样这样。这样好不好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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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进完成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他在打字，他在打字，他打字，搜索，神明搜索，神明搜索，神明有指示，他有指示，他有指示了，嗯，一点八不能打字，指示快，指示不见了，上了神明，打掉了，然后我听不到他们讲话了，没声音了，啊，我们没讲话而已。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没有。怎么那么生气啊？他们七段线，他们爆掉的。OK 而已，听起来很 OK。好了好。